on the mountain made of sand。 嗨， GK TV 的观众朋友大家好，我是杨佑宁。我记得我第一次爬山的时候是在接圣灵的星光这部电视剧的时候，那时候的就是去到了雪山，经验也非常的特别，那是我第一次登到台湾的白岳，碰到了六年来最大的一次大雪。我每一次去爬山的时候，我一定都会带一瓶啤酒上去，然后最喜欢就是登顶的时候喝冰的啤酒，最过瘾的。爬到山顶后还要下山，觉得很累，可以用滑翔翼或者是拖曳伞那种从山顶跳下来，享受飞的感觉。